Thank you， 恭喜曬。不過最近有啲失魂喎，升咗之後樣嘢都要小心啲噶啦，知唔知啊？我會噶啦，我最近唔見咗本記事簿啫，我以後會跟翻緊啲噶啦。小心啲啦，要 A 組就靠曬你噶啦。有一宗凶杀案，请你哋同时控制晒到位。请问你系咪江以琼小姐？我系啊。我系黄立新督察。请问罗之莹小姐系咪你 A 组嘅同事啊？阿莹，佢系啊，佢坐喺呢度噶，不过佢好耐冇翻过工啦。咁琴日我哋就发现咗条尸体，就已经证实咗系罗小姐嚟噶啦。吓？咁而家我哋循例都要问几个问题嘅。咁你再一次見佢係幾時啊？我記得喺七日之前，即係上個禮拜四。三月七號。係啊。喺公司。係啊，嗰晚我哋全 team 人都做到好嘢，不過阿瑩係最後一個走嘅。咁佢當時有冇話去邊度？佢有冇講低喎？其實我哋唔係好熟嘅啫。好，唔該曬你，有需要再聯絡你。有冇同老细报告？我都未揭发你啦。今晚签完 contract， 我自然就会讲噶啦。听讲人哋今晚冇约你喎，我偏要到啊。好啊，睇下佢签边个嗰份。好，睇下公司个位最后边个坐咯。唉，又会咁嘅。Evan 真系惨啊，都就快结婚啦。昨日凌晨时分，警方在观塘兴业街后巷发现一具尸体，死者为女性，26岁，身上有一处刀伤，死因有待查证。死者亲属已到场认尸，而死者男朋友情绪激动，同在场一名警员发生口角，经调解后已冷静落嚟。喂 ，Daisy 啊，我啊 ，Yankee， 冇，想问你攞下 Edwin 嘅电话啫嘛。Edwin， 系啊，公司漏咗啲机密嘅文件喺阿莹度。想问佢攞翻，我要揾下先喎。咁啊，咁你几时揾到啊？我揾到再打俾你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你尽快揾到俾我，好嘛？好，唔该你。喂？喂，方小姐。啊，系啊，我系。我姓杜的，罗小姐跟开的，不过你们公司说她已经没做，所以将你转介了给你。哦，是啊，不紧要，我会帮你跟回的。是啊，不如你留下的电话号码给我，我迟点约你见面。Hello， 杜生你好，我叫 Yankee 啊。这张是我的卡片。营业主任？是啊。你嗌嘢饮先啦。唔使啦，唔該。係喎，唔知我之前同事有冇同你講開報單嘅內容咧？有，但係我唔係太清楚內容，所以仲考慮緊。咁杜生，你有冇話對邊一類型嘅投保產品有興趣？意外保險，你知啦，好多嘢話唔埋。咁啊係，意外就即係意料之外嘛。所以我哋每個人都好需要為自己打算一下。杜生，你睇睇。不好意思，我傾個電話。喂，我找到 Evan 電話啦。幾多號啊？613-65-381。好啊，好啊，唔該曬。唔好意思啊，杜生，我想再打低個電話。打嘅电话号码暂时未能接通，请你自己再试过啊。嗯。
出面倾紧嘢。好啦，拜拜。好啊，杜生，睇咗我哋份保单，你有冇咩特别嘅问题啊？你估谋杀有冇赔？咁就要视乎情况而定。唔好意思啊，我想去洗手间。原来你心理医生嚟噶，普通嘅一个啫，一啲都唔普通。喂，好啦，好啦，拜拜。只陀标催眠用噶，辅助工具嚟啫。你知道嘛？收埋越多秘密嘅人。越容易被人催眠，是吗？是啊，咖啡请你喝的，多谢。啲保单有些问题，我不是太明白。嗱，呢度啊，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条。第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條？是啊，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條。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條。偷地约咗个客喺餐厅度倾嘢，阿莹仲要减埋啲寿味，所以佢留咗喺公司。我行先，行行下，我醒起有啲嘢留咗喺公司度，就好痛，好痛，好痛啊！
一陣間我數三二一，你就要醒啦。三二一，你催眠我？唔係，你聽我講先。證實咗你女朋友羅子瑩小姐係死於劫殺，真兇都已經緝拿歸案啦。麻煩你揾日上嚟簽翻啲文件啦。嗰日我同阿瑩偷偷地約咗個客去餐廳度傾嘢。阿瑩主要搞埋啲手尾，所以佢留咗喺公司。我行先，行行下，我醒起有啲嘢留咗喺公司度冇攞。我翻转头，行到去条巷仔度嘅时候，我听到有人嗌啊！我行埋过去睇下发生咩事，我见到阿瑩啊！我见到阿瑩俾个男人捉住。那個男人有刀的，我不敢，我不敢走過去啊，我真的很害怕啊。跟著那個男人還捅了阿瑩一刀，後來我等那個男人走了，我才敢走過去。阿瑩，阿瑩，跟著我的頭就很痛，很痛。